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点火。根据火箭飞行试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，长征二号 F 遥四五火箭已将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，翻板展开，工况正常。我宣布神舟十五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